Okay. Hi. Hello. Hello, hello, hello.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又是怎么？今天感觉自己有点调一下，远一点。嗨，晚上好。是的。帽子不热吗？不热啊，在房间不热。晚上好呀，来给你放点歌。衣服上夹的其实是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是我，不是我衣服上的，是我帽子上的。就是，其实它是，也其实在哪儿都行，但是还是夹在衣服上。OK， 夹在旁边。给你们就是放一点音乐吧。晚上好，凉不凉？不凉，不会，因为上海没有那么冷，很热的。那就随便放歌好吧。穿的没有很辣，其实我今天是有个格子的外套，就是本来是有穿的，然后但是为什么要摘帽子呢？然后发现还是不要穿上好看一点，然后就其实我刚才去拍照了，今天晚上特意就是化了一个妆，就是化了个妆，然后拍点，用有一个朋友的相机，他是胶片机，然后用他的胶片机拍照，然后挺好看的，他拍得很好看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发出来，今天是刚拍完呀，看我的肌肉。就很恐怖，是不是就是有点很恐怖的感觉？看得见吗？就是很吓人，就是一拳两个，一边一拳两个，一边两个，很大声吗 ？OK， 可以吧？换色吧。不要怕别人给我做表情包，然后呢，就是。给我做一些表情包，让我是吧？还是不要做了，不然待会儿表情包就有了。然后各大营销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说各大，待会儿各大后台什么乱七八糟就来了。所以我已经习惯了，不要超话剑，不要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各大论坛对，不要了，还是算了。衣服上有个架子吗？就是因为这个衣服上的架子其实是，我都跟你说是帽子上的，因为我最近好喜欢买帽子，但是这个夹子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，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夹在衣服上就好了，不要问号，这个时尚是你就是这样吧，笑死，就是我头太小了。Lego， 对，是你不懂时尚，挑战一下表哥抱表弟，我已经挑战过了，而且我非常是那种面不改色的那种挑战，对，对，哥八宝地
是哦，好像还没有录。哎哎，你说的对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今天我想8点，待会儿看看吧，不知道，因为待会儿还有别的事情，今天还有挺多事的。跟你们直播完，我还有别的事。什么新的大饼？不是放假吗？是放假，那是放假。这我现在不在广州，朋友。我在别的地方。我都离开广州快2个月了。广州现在只会更热吧？这是要云公演，云公演是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欠了很多饼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今天尽量就是给他完成，好吧？今天晚上，好吗？真的呀，真的，我说哪个，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。因为我今天晚上还有，主要是，没什么。健练舞的视频是什么？我说给你们发什么来着？但我没说要发，因为那个视频实在太搞笑了。就是我给我朋友看那个视频，我说你给你看我在外面学跳舞的视频，第一次，算了算了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自己觉得很搞笑，所以不要，像个小朋友似的。我现在可以给你跳啊，咚咚咚咚咚，我昨天看了很久，大大大大大。大大大的，好了好了，我不会跳了。律动，因为它是很有律动的，我忍不住。然后朋友说，律动还挺好的。我说哦，我第一次跳这种舞，哎，我不会。律动 ，understand？ 不是绿豆，是律动。锁舞很难，对，他锁舞就 locking 嘛，对吧？他是，我知道 locking wacking 它的区别是在于，wacking 是你的手臂带动，然后 locking 是你的手腕，他们两个很其实有点像，但其实也不像的，一个是手臂，一个是手腕去甩，一个是手臂去甩，就是会不一样。其实 wacky 很难，因为我两边打不开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会很，就是我其实肩膀这一块还就是不是很开，所以每次就是我要去跳那种的话，我就会哇，就很难。但是什么样的人跳那种舞会很好看呢？就是那种很挺拔，就解释女王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很挺拔的身姿，特别是跳拉丁舞的女生。跳这种 wacking 非常好看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挺拔的，然后就 wacking 一手一甩，然后你就整个就不一样。就是我之前有看别人，就是跳拉丁舞的人跳 wacking 和不是跳拉丁舞跳 wacking 的人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。跳拉丁舞跳 wacking 的人，他非常一挺那儿你就学不来，因为你根本学不了。因为人家就是有拉丁的那种底子在那儿的，人家一往那儿站就是挺的，对，我不喜欢，好烦，我不是很爱这个舞蹈，就是也不是说不喜欢，就是没什么感冒的，
我会几些，我会一些手，但是我不就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，也不是必须学，没有，是我之前就是去上课，外面上课，然后什么都学嘛，就是外面去学习一些不同的舞蹈风格的时候去了解到的，因为我想去感受一下自己哪些适合我的，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的，可能我会感兴趣的东西，然后就去学了。这个夹子就是什么？这个夹子很好用啊，还可以夹肉。嗯，好多肉，长胖了。哎，那你夹我的肉。哦，算了，我这里没有肉，就不要夹了。手臂上的肉不疼，但肚子上的肉好疼，因为都是皮。对，不痛吗？痛什么？不痛啊。手臂上不痛，因为手臂的肉比较多。夹肉干嘛？不知道。为什么要夹自己？随便夹吗？最近闲了点，也不是，就是不想要闲，但是呢，主要是我最近疫情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我天天都在就是憋坏了，我每天就不想要在酒店里面，然后我就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玩学游戏也好，就是比如说学那个桌游，昨天晚上就学会了一个桌游，但是它叫什么？他叫富豪，哎，富商，哎，昨天有人说，但我不知道叫什么，不是大富翁，他那个不是大富翁，他那个是四个字的，就是宝石商人哦，对对对对，宝石商人，很好玩，真的，应该是宝石富商还是宝石商人都行。好好玩，我一开始第一轮玩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头绪，我就跟大家一起玩一下，看一下我最后的会吃怎么样，然后第一轮玩的时候然后就输了，我是最后一名，然后第二轮玩的时候我不是最后一名，我是倒数第二名，但其实这个游戏呢只要胜出第一名就后面其实都可以不用比的，但是我们的胜负欲很强，我们一定要就是一定不能是最后一名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玩，我们四个人一起玩一开始啊，然后到最后一轮我就直接拿了第一名，因为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就是我是层层递进嘛，慢慢的知道我到底要干嘛，就第一次可能没有头绪，我可能就只是为了赢那个分，但是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，你不仅要赢你手里的分，怎么说那个分呢，还有一种分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，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些纸牌之后你就可以去换那个，但它又不影响你再去得到一些分，我不知道这么说你们理解吗，肯定不理解，不会玩的人就不理解，反正我当时就用那种思路去同时得到了那些分，对，因为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那个，一开始就是要有目标的，就是不是有很多圆圆的那个币嘛，还有很多纸牌，其实那个纸牌是最有用的，那个纸牌得了那些纸牌之后有就可以得到有一张也是分数牌，对，那但是那张分数牌有很多你要集齐的纸那个纸片，对，那个纸牌才可以去换取那个，所以我就是用币去买了很多纸牌，纸牌有些是有分有些是没分的都要买，但有最终都是为了换有分的嘛，我知道你听不懂，因为这个没法跟你讲得很明白，这个一定要自己去玩才懂，就一开始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也听不懂，然后说好别讲了我们直接开始吧，然后第一轮我就输了，然后就一边玩一边问，然后就会了，
而且你是看得会的，很聪明的，你们都很聪明，你们肯定是看得会的呀，比我聪明多了。每一次新加入的朋友过来，我就会说没关系，我都会玩的游戏，我还得了第一名呢。我说我都会玩的游戏你一定会玩，我可是游戏黑洞哦。然后就是对，我每次这样跟就新加入的朋友，来来来快来玩，我说我都会讲，我都会玩的，我确实很有自知之明，因为我不会玩游戏，我是一个很不会玩游戏的人，也不喜欢玩，但那一次好像还挺好玩的，但是就是有点浪费时间，因为它时间过得很快。对，第一点抓鸭子，他们会玩抓鸭子。狼人杀我不玩，狼人杀我退出战局的这种游戏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在玩狼人杀，但是我无法加入他们，又不喜欢狼人杀，不是难，就是我不喜欢，不知道，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游戏，我不想去学习。这个狼人杀有种跟天黑请闭眼这个游戏有一点像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我知道有点像。我记得我之前就看别人玩的时候，有些人还会因为这个生气，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我，我不是，我就是不是，可是人家就是游戏嘛，就是猜嘛，就随便说嘛，然后就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的伤感情。对，我有看过，因为我平时都是看的。对，就是这，而且然后等到你下次玩的时候，人家就不想跟你玩了，就是算了，我不就是不想跟他玩，因为他每次都会说我，就是他不管是怎么样，我是不是他每次都拿我当靶子一样使，可能另外一个朋友就会觉得被当靶子那个人他就会觉得没意思。哎，你我就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就很想说，至于为了一个游戏而伤感情吗？游戏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反正是这样啊，我是这样的想法。不好意思，高一点，不然太低了不好，是吧？对吧？哦，就是有些人真的玩得特别认真。不就是游戏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对啊，就是，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玩这种游戏。你知道，因为我首先大家都知道我是游戏黑洞，然后每当我去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首先就把我排除了，这是我的优势，新人光环，新手光环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别人就根本就不会在乎我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不会玩，然后没有想到我最后赢了，然后永远都是就被别人忽视之后，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黑马，就是悄悄惊艳所有人。因为我每次玩游戏就是会被大家都知道我不会玩，就跟我熟的人就没关系，每次他们在就是玩像这种天黑请闭眼类似这样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密室逃脱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对我掉以轻心了。剧本杀不是密室逃脱，对不起，剧本杀，对，然后就对我掉以轻心了，就很好笑。
没事，我要保持我这种不会玩游戏的这种人设，我确实不会玩。这样他们每次跟我玩的时候就掉以轻心，然后我就悄悄的惊艳所有人。真的，真的。可以直播玩一次，什么游戏啊？你们是想要？可是那个你们看不懂的，就比如说我要是直播玩一次那个富人，你们肯定就看不懂，因为我们都不说话，我们就也说，但我们玩认真了就开始不讲话了，然后就拿着就会，但是我会思考很久，因为我脑子里面要思考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，我不会说我马上为了换那个的东西而一直换，但我要换了这个东西，我最后得到这个纸牌是为了换另外一个东西同时进行，所以就很真的啊，靠脑子就去想。四川麻将啊不太好，那只能网游了，就只能网上打。桌游什么意思？桌游也有麻将吗？哪有时间打呀？你以为就这两天而已，但之后是什么安排我都不知道呢。哦，我会打血战到底，我们线下是可以的呀。本来是有，本来大家想约的，但是对没约成。会啊，我以为他们问我打什么，我说我只会血战到底。哦，啊，我只会这个。四川的麻将很简单，不难啊。你说的换三张，我想想，没有哦，我知道我们是打缺。不是换三张的那种，打缺就不一样。换三张是网游。哦，没有玩过那种，没有玩过换三张的那种。线下一般都是打缺啊，就打掉一个花色，就是你手里面只有两个花色，另外一个花色就是。你不可以有，你到最后都不可以有。对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像我这种，我要开始了。像我这种不会玩麻将，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人，把麻将能给玩会，都很牛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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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根哒哒哒哒哒 ，baby， 这是地狱天赋吗？不是啊，这不是，就是谁玩谁就会了，谁学谁就会的。陈麻又是什么？有机会学一下，以后跟朋友可以一起玩。就是现在的娱乐项目呢，线下的就可以，你们可以玩玩。就谢谢郭道长的夜蝶 ，Thank you。You enjoy love.I'm a casa baby。 今天没干什么，在睡觉，因为今天好累哦，然后睡到一点多，我早上九点多说要吃早餐。
闹钟都不知道有没有响，然后就睡了，然后就哎，我觉得好奇怪，我今天怎么睡到了1点多，不可思议。可能是因为 sorry 是因为昨天晚上太嗨了，不是昨天晚上，昨天下午，怎么手上有东西，也现在夜笔，是昨天下午太嗨了，就是在那里跳舞，就是乱跳，然后完了之后晚上会在那给你们直播。对，我们在他房间 freestyle 有啊，就是就氛围特别好，就是真的很好，而且那个时候是什么下午茶，有阳光又照进来，然后几个人就在里面就是嗨嗨嗨，就是很快乐很开心，一边吃着披萨，然后几个人的干杯，然后开始吃起了交杯披萨，不是开玩笑。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一跳起舞来，然后一动起来的时候，就喜欢跳舞的人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是什么，一放音乐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昨天那个妹妹玲玲，她在我直播间的时候，其实她会收着我和另外一个朋友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她在没有在录，就没有在直播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哇哦，他矜持了昨天，对，他不是那样的，绝了。他不好意思。我是最自在的，因为我面对的是你们，我又没有什么好那个的，对吧？这么快就了解到别人了。我怕别人害羞。就是你知道我们自己就是还是跟外面是那个有些东西还是不太一样，就比如说我就很想说一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好说，就是你们写的那些文吧，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写的，就是你们最好就是好好写，不要写的太那啥。我不是，就是因为没有，我知道不是你们写的，就是虽然说也说没有，但是没什么文，就我说的就是那个闺蜜文那个玩意，我的妈呀，救命。对，然后主要是怎么，就是其实我的话就是你就已经习惯那种，就是那种随便大家怎么说怎么写，但是就没有文，就是不是我，就是重点不是我，虽然我这样说在那里说，就是对，就是说你们就是因为可能其他的人他们是不太啊，他们就觉得啊这什么呀好奇怪，然后他就给我看，我说啊这什么，哦我说没关系，这是他们自己写的，就是没事没事，这我好，我就说一次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反正就是给我看的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，就是好像我为什么要去解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不 no，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救了个大命啊，就是救了个大命，毕竟我们可能就是不一样嘛，因为我们活在的就是我们方式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们懂的啊。Oh my god！ 对，不太一样，我还要跟他解释一下下，没有关系。
觉得就是很好笑，因为他是一位演员，一位就是艺术，对，然后他会对于这种文字会很敏感，他会看。对，他会把它当做一个剧本去看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他会很认真的看。好尴尬。但是我又是从来不会看的，因为我对那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会看的。对，没有，因为就是就像他习惯他自己会看一些剧本嘛，然后就他会对那些的东西会有去真的去认真的去理解思考。我说不要那么认真看这个，就是真的很好笑。笑死了。嘘，大家就这件事情说完就 OK。 扣了一座城堡，我在那里。好好笑。我没看，我就大概看了一下，因为我真的很看不进去文，我对文字你们知道的，我是看不进去的。我佳佳不社死，佳佳不会社死，又不是佳佳写的。佳佳社什么死？不会，佳佳只是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没有佳佳就知道有那么一回事情。小的，然后就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发消息，他给我发那个视频，他给别人看的那个视频，就昨天他们在直播里面模仿我那个视频，他非常的执着，就我一直不肯承认我是那样子的，然后我一直不肯承认，他昨天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过来，然后在他睡觉之前，然后他就给我发，就是那个放慢了，突然就是上车那一下放慢，先回一个，然后再放大一下又回一个，我真的我晕。我说你哪儿找的视频，我的天。他说这是，他说这就是证据，我的要了个我的命啊。我的天，他真的很认真，他很认真，他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跟我说，真的很可爱，很认真。他应该不会的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口袋，不能让他下载我的口袋四百，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生活 ，no， 不可以 ，no， 不要不要，你们不要去，不然会揍人，真的。现在几点啊？九点。哎，我今天看他们广州的那个剧场的公演是在干嘛？是在尖方奇他们那个是在 Unit 是在干嘛？拍档吗？我就说为什么跟不一样了？哦，那个是哦，就已经开始了。哦，本来是有观众的是吧？然后他是因为疫情就
好像就没有观众，然后又是变成云的了，对吧？哦，哎，那上海的公演是不是也关了？也是云公演，要持续多久啊？你们知道吗？确实，你们应该不会知道。前段时间啊，确实。好不容易啊，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很不容易的，不管是哪里的工作都很不容易，因为这个疫情又是这样子，就我的快递都被退了。谢谢皮皮秀的夜蝶，我知道我都没有出去，我都会戴口罩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如果我们现在是一直持续像这样的状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天天在这里睡觉，我也不会睡觉。我大半夜还会化个妆，你看我现在晚上的时候还化了个妆，我要动起来。对，就是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会自己规划。我还想说，那我去上个舞蹈课什么，我才发现都关了，这上海都关了，那出都出不去，也不是出不去，可以出去，但是很危险，就。不要出去，我们是被管理起来了，就不要，不能动。就是很多都是。但我今天看我妈妈跟我爸爸开车出去玩了，就是有，也是在广州，就很想要告诉他们，就我今天要跟他们说一下，我一会儿一定要戴好口罩。他们自己出去，两口子出去玩儿。对，我要跟他说，现在真的很严重。但是在广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，深圳是挺严重的啊，哦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就是说吧。最近是这样啊。帽子取了吧。妹妹在家好好的，谢谢董滴答的皇冠。啾，小妹妹了。好久不见头顶，我头顶有什么好看？我也很久没见妹妹了。哦，你们是看到我天天都有戴帽子吗？真的吗？跟头顶 say hi。喜欢戴帽子，如果是有那种甩头的舞，我就不会戴帽子。没有，这顶帽子没有，这顶帽子就是一个很黑的那种毛线，我觉得它挺好看的。这顶帽子，对，而且是也不是很贵，就很便宜的一个帽子。哪里头顶更好看？很潮，对，头圆是吗？终于不尖了是吧？因为其实我的头是很尖的。啊，是什么？还好，哦，这个夹子怎么你了？听诊器是吗？
Why? Tell me why.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它可以很多用，它可以当一个饰品，也可以，就是来夹零食。他本来之前就是要夹帽子上的。你们应该吃晚饭了吧？怎么有人跟我提拉票这种事情？完全没想过，我决定了，我不拉了。早得很吧？这才多久啊？这刚过完年吧？不要，不用那么那个。拉票拉的不是节目，拉的是态度。太早了太早了，你看我现在还有生日公演呢，对，就还没搞。生日公演很重要吧？生日公演是我想好好搞的一次演唱会，它就是一个迷你演唱会，一个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就很好。我说的演唱会又不包括我只是唱，对，就是我喜欢的东西都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才是我非常想要去做很期待的一件事情，超级今年很期待啊，就是做一场自己想做的，因为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想法，新的 idea，但是可能就是会呈现的比较慢，因为现在的情况，等我真的要去做那件事情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，没有定日期，定不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对，我也是在想，总选前还是总选后。但我觉得我应该会是在总选前去做完，把这件事情做完。我不想拖到总选后，就是总选前像是给自己一个答卷的感觉，又是一年的成果，又是一年的积累，就每一年都是那样会去那个。我是会在总选前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完。就是说主要是现在是这个疫情，就是很多不可控的因素。青春被疫情浪费了。这句话我在哪儿听到过？我最近你们嘴近怎么天天都是头皮啊，搞啥子没的意思。怎么了？是的，我是口音突然歪到我们四川口音去了，然后就直接突然一个大便。因为我们这里人挺多四川的，然后常常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在就是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就很搞笑，就真的非常的好笑。非常有趣。好多四川的。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那种。他们要带四川的那个方言用普通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搞笑。然后我说我也是四川的，然后他们说你说两句，算了，你不要说话了。
我说好，要得。我晓得你要说我啥，就是说我不标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四川的。我每次就是说四川话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得到就是大家的那种歧视。对，我在想哪儿不标准，我明明跟大家好像，我也能听懂大家说话。对，他们说我歪了一点，我就没觉得歪啊，我觉得是挺正常的呀。但是他们说的时候就我就很听得懂。对，不是，主要是口音不一样是正常，但是他们要笑我说实话我就不要的是啥子意思。我觉得每个地方不一样是能接受的，但是为啥笑我啊，没懂。很好笑吗？我有广州的口音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有台湾妹妹啊，台湾妹妹超台的，她的口音没有啊，好辣哦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好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啊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明天要不要上班哎，那难吃哎，真的很难吃哎，很难吃哎，啊，我不要。就是我刚才那样，我在模仿一个妹妹说话。真的超嗲的，真的超嗲的耶。说四川话和普通话两个人，那当然了，我说英文还一个人，还另外一个人，算了，就不在这里献丑。都说不献丑啦，不好。英语变好了倒没有啊，真没有。我还会猫语，你才会猫语，你在骂我。这什么歌呀？我怎么这么悲伤？我不要这么悲伤。来点蹦迪，在呢，在蹦呢。哎呀，今天裤子有点大，穿这么凉快，上海真的很热。我现在就是一整个很热。对，算了，我本来扣了一个别针，但发现它没有什么用。那用这个衣服把它当成腰带吧。没有瘦，真没瘦，看一下吧，很壮的，现在变壮了，太恐怖了，又是我瘦了，就胖了。昨天吃好多零食，昨天玩游戏的时候，真的。真的没瘦，就是很壮了。
当时真的是撞了，对，哪瘦了，没有瘦。这脸尖的，那个脸本来就那么尖，你想怎么地？气死我！没有尖不尖的，就是真不尖，就是在镜头里看着瘦，其实拍照出来就刚刚好吧，还行吧。不能吃胖，相信我。没有。对，吃胖上镜就不好看。You are one for you。 多会儿回中泰公园？你说那个多会儿，我就感觉张润来跟我说话了。张润很喜欢说你多会儿回来，我多会儿回来。哼，不知道。云一下，怎么云啊？我自己云吗？自己云公演吗？自己跳是不是？云不了，自己开直播还差不多。如果我明天不上班，那我就，如果我明天不上班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们云一下。对，但是我明天上班，我就不云了，就看我明天，我也不知道我明天什么安排，没有收到通知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想要什么时候呢？晚上啊，都喜欢晚上。晚上我有空啊，肯定是有空啊，七八点的样子。明天有公演吗？好的，那就定一个，如果没上班，七八点的吧。如果上班，再见。OK， 那就七八点。OK， 笑死，七八点吧，那到时候再说吧。明天我 solo 全场。什么？我只会三角函数啊，现在。笑的。不是，主要是我现在跳三角函数有点搞笑，因为三角函数都是很中二的。我没有穿那种，我只能穿这种天降大任，必先有考验。真好笑，很校园，还是比较校园，但我没有校园的衣服，那可以换装，倒没有，气死我。谢谢剧的夜蝶，头外的我都不会跳。歌曲自选，不想听三角函数，我懂，我知道。啊，完了，这个坑挖的有点大了，那这样岂不是挖的很大了？笑死！越说越离谱，大家就越来越离谱。
主要是想看我唱歌跳舞了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很久没，确实很久没唱跳了，离开大家的视线这么久，有点不习惯。嗯，嗯，就是说那个 Top 十六的那个巡演，我可能也就是可能会参加，就是要学很多东西吧，就是要自学。因为他对，就是因为目前来说，就是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这段时间稍微轻松一点，我就开始自己学习，我就跟公司讲一下，我就不知道会不会推迟。如果推迟的话，嗯，其实都无所谓，只要我能去就好了，因为我想去。嗯，歌单啊，歌单是不一样的。肯定不一样，那怎么能一样？一样那就没有诚意。我看了下歌单，我都不会。啊，好像有会，很少。嗯，你知道 Unit 的话，就完全是，Unit 就完全是我，不是我可以选的一个歌嘛，只有他们选的我就选。对，没有压力。嗯，就是，不会说很。花很多时间去学习，还好。嗯，也是我挺喜欢的一首歌，应该会推迟哦。你什么时候见过第十五名有单人的尤尼特？你做梦呢？这种事情只有前三啊，不是，只有第一，哎，是前三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我十五名，我没说错吧？啊，应该没说错。真是的，前三才有 solo。对，我们会争取的，我们慢慢争取嘛。有会有的。当然会有啊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未来事情。好，我每次反正就是这种时候的话，就反正看大家选什么吧，选什么。嗯，不能透露，这个不可以透露，不要给你透露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合作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只能说没有合作过。对，几个人不能说。对，首先没有排，没有，不是，没有合作过就已经排除了很多。对，哇，好痒，怎么了？什么类型？我觉得是你们喜欢的类型，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们说歌吗？好啊，好蓝的女的，你们说人呢？我就说歌。我告诉你，再说就你每次就是这样一问问问，就问到后面就不用我说都知道了。蓝的女的，男的，男的，什么是男的呀？男的是什么？怎么可能有男的？我的天哪，都是女的好吗？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别想多了，不可能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没懂。比我高吗？别问了，有几个比我矮的。好伤人。但那倒也没有啊，就是都跟我差不多。没有都比我高，谢谢。别搞错了，不是。我可在里面不是垫底的好吧。身高方面。
身材怎么了？我身材很好呀。我身材怎么了？我咋了？不能戴帽子啊？管我！我身材多好，超好。你没有的身材，就是一拳可以一边的肌肉可以揍两个人的那种，带走两个人，这边带走两个，四个。我最近练了大腿肌，我跟你说更厉害，我跟你说。跆拳道啊，跆拳道不进修了，嗯，现在就够用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这样已经够用了，确实达不着，其实用不着啦，就不需要。这首歌挺好听的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饭，我今天都没有吃，没胃口，因为饿过了。我今天就吃零食水果，就没有吃。我知道，没有没有不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只是我觉得过了我吃饭的时间，我就不想吃了。不是这么饿瘦的，没有，我平时吃很多啊。今天晚上我们播到50分吧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 iPad， 因为我待会儿还要那个看一下。昨天没有吃椰子鸡，昨天吃了就吃的那个盒饭，今天连盒饭都不想吃。啊，不对，我今天晚上好像吃了盒饭，我失忆了。哦，熬夜就是会导致失忆，吃盒饭。我记起来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吃的是那个酸酸的咕噜肉。因为吃的太少了 ，sorry， 就不记得了。已经突然想起晚上吃了盒饭，真不记得。天啊，记性好差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这日夜颠倒，每天晚上都想拿起手机看手机。啊，我今天怎么还没把牌翻了？突然又想到了这件事情。我今天给自己定的那个目标是要还要把牌翻了，照拍了，抖音拍了，播给直了，现在就差抖音和牌了，有点伤心。别，没事，过期没关系，请大家多多发那个语音翻牌，谢谢。微博也没发，谢谢小西瓜瓜的皇冠。
it's a car, baby. 哒哒哒哒哒。啊 ，sorry， 过去两次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最近真的就是没有翻牌，就偶尔有时间就抓到一两个拿出来翻。嗯，谢谢理解。舞蹈呀，好久没，哎呀，行，我去看看吧，看有什么舞蹈可以拍。太皇冠好吃是吗？接上 ，Yeah， 谢谢。就是为了让我带一下是吧？是这样吗？有点黑，是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皇冠了，谢谢刚拜托你了的皇冠，还有这个 TWN 的皇冠，你就是想让我戴，你们这是有什么癖好吗？谢谢。突然不要换个方式，对不对？很可爱，跳舞了就开始。谢谢拜托你的皇冠。下次有人送我就戴一下。你说的很好，谢谢冷丝的皇冠，谢谢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买一个皇冠在这儿，就是下次就不用手比了，直接就皇冠一来我就直接卡在头上，一直在这里重复这个动作。谢谢柯南的469的皇冠。Thank you, thank you， 谢谢谢谢。So sexy， 怪有创意的是吧？这样就不用我每次就去弄一下。可是我自己没有，我有别的，都没有皇冠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wave 也很不错，就是各种 wave。好痛，花是戴皇冠 ，OK， 然后转一个圈，然后 wave， 然后各种。最近就是很容易扭到，因为在练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腰嘛，就会很会很痛。对，就前两天都没有办法做动作，因为一直在练一个动作就很累很痛。嗯，用不了力。但今天好一点了，又没有去练它了，就好一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会保护好的。嗯，我腰很细吗？还行吧。买帽子送的，不是送的，是我买的。帽子是一个夹，夹子和帽子是另外一个夹，是我买的。就是你们不用买，你们直接去文具店买就行了。办公室拿一个，直接夹的也一样。对，
每个人都可以拥有。没有困啊，没有困。给你看困了，好家伙，你连我都能看困，你真的是很厉害。行吧，我就是那种让人想睡觉的人，是吧？行了，到点儿了，拜拜。不要太想念我，反正也见不到。其实也不是见不到，也是能见到的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见我。算了算了，安全第一。不要了，注意啊，安全第一。虽然是很想念大家，但是安全第一。拜拜。我怎么开始这样了？兰花指，拜拜。好了好了，早点睡觉哦。虽然现在还早，但是你们要早点睡了，我还要去打个电话什么的，谈点工作上的事情。拜拜。嗯。